We the best. No contest. My clique is the best. We the best. There ain't no one like us. Are you dumb or you crazy? There's no way, G. Me and my clique, we handling biz. While you and your clique just act fugazi. You couldn't persuade me to give a damn, it just don't faze me. I got my Xbox, she can't play me. Money in a text box, I get paid. We the best.叫名师摔猫做物理实验，物理实验我唔知呢，我唔捌听过这呢，是今日的新闻吗？我是爱猫一族呢，我规工我的手机啊内底啦，啊这个好可爱，哦那个好可爱，哦这个也可爱，那个也可爱，你看我们家，你看美腿，给各位看美腿猫，美腿。啊，这阮妞妞，啊妞妞，哈、啊，你看有个嘴巴，给他看，他没有不见哦，他是在睡觉，很可爱，没腿有没有？身长长的，是不是很可爱？是不是？所以拍起来是不是很可爱？是不是很可爱？腿长长的，你看，好可爱。还可以，我里面都是猫，很多猫，你看，是不是很可爱？睡觉，是不是很可爱？快睡着了，很可爱哦，好多、哦、都是猫。看不完啦，都是猫啦，我里面都是猫，都很可爱，真的，真的，真的，你看，很胖，胖胖，胖胖，胖胖都超可爱的，所以你说物理哦，我看一下好不好？有新闻吗？摔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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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真的有呢，干你娘，真的有呢！哇操！为什么要这样？看一下哦，真的有哎！学生面前拿猫做实验，物理补教老师抓住猫咪前后腿，高举半空中，再放手，让猫从高处坠地。啊，再，你看，不会，猫咪不会。狗就不行了，连学生看了都觉得不忍。补教名师李峰这连两次丢猫影片在网络上引发挞伐，遭网友指控虐猫。因为猫咪本身具有一个神奇的就是自旋转的一个现象，因为当时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是离地一公尺高，我们有评估过这样不会对猫咪的身体造成伤害，所以才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实验。当时课堂上在教的是高二物理角动量守恒，被实验的猫咪来福是老师领养四年的宠物，经过两次高空坠地，所幸没受伤，但兽医看了也直摇头。影片当中看到在这样的高度，其实它四只脚就直接这样放下去。猫如果来不及转身，它有可能是用它的四肢甚至背部着地，这样来讲其实多多少少是有点伤害。
引发争议后，李峰紧急道歉，捐出50,000元帮助动物，强调会用罐头向来福认错，也向大众道歉。身为老师，做了最坏示范。我非常的诚恳诚挚的跟大家呢道歉认错。我已经跟动保处主动申报这个情况，我们会陪伴着来福，然后去附近的动物医院做全身的健康检查，自行通报动保处，确保猫咪没受伤，盼能平息风波。李峰也将在错误示范中，机会教育学生爱护动物的重要性。三立新闻刘文宇、柯佩轩台北采访的。我看到聊天室都很多意见了，我来跟大家说一个机会教育，好不好？机会教育哦，馆长养多少猫？馆长有15只猫吧，最近又，我跟大家报告哦，猫这种东西，当然这个老师他后面的亡羊补牢的作为，我们表示肯定啦，就是他也不是有心虐猫哦，他不是有心啊，这只猫是他的猫啊，刚刚讲了嘛，好像他的猫嘛，他领养，他也有捐，但所以这件事情。OK， 我们没有什么，好、哦，他也知道不要这样就好、哦、那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哦，猫这种生物呢，它狗也是，像我也不可能去把大熊的四肢抓起来，哦，不然会产生馆长现在没有手啊，没有手啊，不然就是脸半边不见啊，哦，懂我意思吗？懂我意思吗？哦，我也不敢去这样抓阿熊的两四只手翻过来，嘿嘿，哎，翻过来，哎，就可能现在没有半张脸不见，不然就是戴面具做直播，不然就是手指头变这样。哎，各位观众，大家早安，大家好啊！啊，观众，那个手是我的手，不是我很喜欢这样子啦，哈哈，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主要去戳那个洞，不是的，不是，是我以前哦，我想做实验，我就抓着我们阿熊，他回头一咬，哈哈，两根手指头，他以为是两根香肠啊，啊，卡滋卡滋的好吃，好不好？哈哈，卡滋卡滋的就好出了，哦，就把我两根手指头吃掉了，好不好？哎，树就不见了，哎，好不好？哦，是这样子，哎，我若听一个动物哦。你要替想，你有了解我的意思无？聊天室我看好一个讲，你怎么猪猫哪有那么容易受伤？我跟你讲，到底呢？我跟你讲，你动物也是有心理的。哦，我你甲你抓起来，你会受伤无？你袂受伤，你会惊无？你会惊？你会惊无？你会讲这种话，第一，你无饲猫；第二，你就算有饲猫，你无足爱猫的，你无足爱。你像阮阿熊嘛同款，伊大个坐喺涂骹，他老大一个屁股坐在下面。哦，我喂他吃东西，叫他起来，他现在后腿可能痛嘛，他就用手这样拨拨拨。我说、哦、你好懒哦，我还帮他这样。啊，你也没有同理心。啊！你莫甲伊遐耍，你起来啊，起来吃啊！我们家的猫吼，几乎啦，能抱的啦，没有没几只啊。抱了吼，它也很快就跳走。啊，有固定有两只猫，它会给我抱，不会走。有时候心情不好也会走。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你没养猫的话啦，哦，猫这种生物，它就像你养的小孩，它不是宠物。狗很听话，猫不会听话。我跟大家，就算你养到听话的，恭喜你，万中选一。但是它绝对，我家也有听话的，但是绝对不能跟狗一样。猫本身，你叫它会来，你摸它几下可能又走，它不像狗一样黏在你身边。猫是这样，想要给你摸的时候，它就来救你。你摸两下爽了，哎，觉得不错，想要抱它的时候，它就不给你抱，甚至有时候会跑掉。你叫它的名字。他知道你在叫他，他就是满脸不屑的这样。馆长，馆长，比如讲我是猫化馆长，
我猫就是这样。你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馆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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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你娘，馆长！你就看他耳朵会这样，他耳朵会动，动动动动动，他就是头都不转嘞，转都不转嘞。所以，猫这种东西，我给大家讲，他们第一个，猫它是很紧张的一种动物。它，你狗呆呆的嘛，狗可爱就要呆呆呆呆，随便你，你不要那个懵。猫，它是一个，不管公猫还是母猫，哦，母猫会比较不亲一点，公猫正常来说比较亲。真的，你相信馆长哦，因为我养一堆有公有母。猫这种东西，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不喜欢你摸它，它自己要给你摸。你主动去摸它，要说不太想跟你摸，你去抱它，它爪子就会有的爪子就会出来了。那个叫做自然反应，它就不要，然后它就会叫。他就会猫，有的比较乖的，像这样四肢抓起来哦。我对天发誓啊，你问有养猫的人，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这样，好不好？欸，谢谢董内，我等一下跟你讲。谢谢董内，谢谢董内朋友。为什么养猫的人绝对不可能就这样抓猫的四肢这样吊起来？不甘，那个猫一定会扭，一定会叫，一定会扭，一定会叫，一定会。吓死，然后下次哦，你叫他，你摸他都不给你摸。猫是一种，你今天吓到他了，你可能两三天，他都会离你很远。你也唔甘啦，你了解无？你有饲猫的人，你可了解啊？我无可能跟猫抓两只脚，按你个腰，绝对无可能。然后你猫就很怕你，因为猫你要跟猫建立感情，真的要一段时间。它跟狗不一样，一段时间，顶多顶多。你摸它，它肯给你摸。我跟你讲，猫奴就是这样，它肯给你好好摸，然后在那边咕噜咕噜，你就觉得，我，哦，操你妈的，整个就是充满的，怎么知道吗？哦，好爽，真的。啊，狗给你摸，你还摸到烦。啊，猫呢，它旁边给你咕噜咕噜，给你踩踩，给你摸，你就觉得，哦，干你娘嘞，整个心情就是好，你知道吗？整个就是，整个就是，哇，整个就疗愈。怎么就很疗愈，怎么就很疗愈，你就舍不得他就在你旁边，你甚至哦，真的像我的猫坐在我的腿上，我脚酸了我还舍不得移耶，怕他跳走，怕他不继续撒娇，真的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的感觉真的，我养太多只猫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养猫的人，大多数养猫的人今天看到那个影片，大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你没养猫，或者说你较无了解，你当然会说啊，那有啥啊，抓侪猫那有啥啊？我跟你讲啦，我厝的饲遐侪猫啦，阮家大大细细遮侪只啦，大只细只，大只活大只，遮大只。阮家的 Firmus， 哦，足大只，细只，细只，活细只，哦，遮细只。再试一下，多多谢谢这么多只，我都用爱哦，包括我们阿雄，我也是用爱，我不可能安尼啦，不可能安尼啦，好不好？所以你讲什么啊？这猫啦，这啦，我甲恁教育一下，没啊啦，真的无像恁想安尼，猫就是一个很脆弱的。很脆弱的，很脆弱的一个，好不好？不，真的不像你们想，他没法用啦。啊，一个猫变家，你看呢？哦，你个不，真正唔甘啦。而且大部分现在的猫哦，又不是以前啦，社会啦，又不是以前的社会啦。以前的社会，我怎么讲？以前的社会，馆长。啊，以前的社会，以前的社会哦，野猫嘛，现在都宠物猫。
啊，宠物猫就是，你了解不？宠物猫就是早就失去了什么抓老鼠啊，还有什么翻来翻去跳啊什么的，他们就没有那么的灵敏。有时候在家里跑来跑去一下会啦，可是如果像野猫，真的不像宠物化，你知道？猫现在一代一代，猫妈、猫妈妈、猫阿妈就是宠物猫，猫猫妈妈生了女儿，猫妈妈还是宠物猫，一代一代下来的，哦，真的都越来越依赖人类啦。越来越依赖人类。我们家的猫哦，看到虫子，看到什么东西都是以为是玩具。我也买过那什么，反正那么看到什么都不会抓啦。你只要喂养，哦，饲料吃习惯了，罐头吃习惯了，他们早就失去那个本能啦，真的不会抓啦，真的啦，哦。麦当劳配乳清，干鸟这边 FB 怎么还挂掉啊？手机号码，看我这边的 FB 昨天跳掉了，现在。饲鸟拢嘛唔甘，没有啦，随便你啊，随便你们说，反正我们的猫猫是不会这样抓啦。我聊天室有些你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好不好？我们尊重，好不好？我只能说我们尊重哦，尊重就好了。欸，就这样，好不好？我们家的猫不可能安尼啦，我们家的猫那么多，欸，那么多那么可爱。你看了你就知道了啦。